根据你所知，圈内哪一位艺人，在穿衣服的时候需要加入人工衬垫物品？罗丽玲，快说。是真的，他要束缚嘛？踩秋蹦啊！踩秋蹦，是我。秋蹦没有，就是平常身上要放两片电话卡，是不是？你根本是两个馒头给他还不够啊！我们完全可以听这些，哎，太过瘾了。哦，朱慧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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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上面要，下面，然后现在又加上腰，那边还要穿个铁背心。